1967年，新东阳以传统美味起家，受到国内外消费者的喜爱。这样的成功让新东阳感谢在心，因此更用心服务来回馈喜爱我们的顾客。近年来也透过推广在地特色文化来经营国道服务区，数十年来不间断的贴心服务与创新精神，获得了大家的肯定与支持，并多次荣获国家大奖的殊荣。这就是用心努力做得更好的新东阳。新东阳用心看待每位顾客的需求，我们有现做的美食，希望让每位顾客都能品尝美味且吃得安心。新东阳更是台湾第一家拥有产销流通履历认证产品的厂商，传承半世纪的好味道，新东阳肉松以及道地的台湾特产，让新东阳拥有台湾百大品牌的美誉，是观光客来台必买名品，亦是人们日常生活及节庆送礼的首选。1967年，新东阳秉持诚信、踏实、积极、创新的经营理念创立至今。除了一般门市外，也在多家百货公司、客运转运站设立不同形态的据点，全方位提供最优质的商品，让新东阳的美味在全台飘香。美味、品味、人情味，新东阳让生活更有味。